白猿通背拳的练元意不练元形，其实练的是人的心灵的跳脱，就像一只猿似的。他出的拳的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，很狠。开始呢，江湖上管他叫黑拳，啊，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呀？学者若手善，莫把通背练。 出手就打两太阳，耳根脑后一命亡。以我们老传统的记载，白猿通背拳呢，在清朝的道光年间传到北京。那么，同时牛街本身就是武术盛行的地方，回族本身就是练武好多。 那么慢慢的，牛街白猿通背拳的目的和需求发生了变化。这个保家安民变成了自我健康的一种追求，啊，我说学拳必须要说到我父亲了。我父亲张贵增呢，实际上应该从传承上来讲呢，是牛街白猿通背拳的第四代传人，可以说一辈子传承这个武术，打破了就不传汉民的这种说法，他的徒弟当中，大部分是汉族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就得背后受罪。小时候呢，很记得很清楚，父亲呢带那帮徒弟练功，教什么练什么，傻练。哦，记得特别清楚。老人那会儿说什么呀？你这练拳，说我们那一小帮人哈，都跟耍俩叉子似的。什么叫耍俩叉子呀？就身上不会动，光抡胳膊，你不会用身体去做运动。 我们拳谱讲什么呀？哎，琵琶骨活如扇，两手相连如星窜，啊，打桩打到木头里头，意念放在远方，打透了它。这是我们通背拳练的透骨劲儿。就是一开始，啊，我带领大家一块发展这个通背拳的时候呢。 好像没有方向。实际上是在哪儿啊？就是在了国家开始有这种申报非遗。有一天我突然间有一感悟，非遗讲的是什么呀？传承。啊，你要说到传承，你先有继承。那么我们凝结练白猿通背的话呢，练24式连拳，它是24个招法。很多人问过我，说张老师，我怎么感觉你这手臂那么长啊？其实这是一个误解。实际上呢，每个人都能练长了，多数人呢伏案紧张造成的，他这块呢肩胛骨呢不灵活。 通背拳呢，要把琵琶骨活如扇，就像一个扇子似的那种荷叶那种打开的那种方式，肩胛骨活开了，探出来了。比如说我们的扔银手，它要展示的非常的那种弹性十足，就是通背拳以活为根基的拳法体系，就是你先练身体。 在练功力，最后能力提升，随心所欲的去用，就是因为这种灵活的特点，实际上它是从老辈传下来的时候呢，它是偏于实战的，没有人按照这套路出牌的。真正的动手的场景是随机应变。刚才你出手啊，那可能比较低，那我往上一压就打你的。 如果你的手高呢，我在这儿压可能出手还不好出呢。那同样是这个劲儿，你出手。同样是这样，那我道理是一样。那我可以变换方向，万法归一任我行，啊，活学活用还行。平日里呢，西城的老百姓呢都是上班，然后各自活动。 但是下班以后。
或者周末的时候，很多的老百姓凑在一起，练白岩通背拳的情景呢越来越多。那么牛街呢依然保持着自身的好武的这个风俗，一直有一句话，就是东街的秧歌，西街的枪。